经过5年的产业运作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。为了更好提升我们襄阳的农产品的附加值，申请了湘香辣商标，并且注册了湘香辣襄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，运用公司更好地推广我们襄阳本地农产品的产品品牌，使我们的品牌能更好地走向全国。我有九亩地，牛转个合作社，一年一亩地500块钱，平时在合作社打个零工，一天80块钱。层级组织，我们将继续推进产业、农业融合发展，带领村民共同种植辣椒，推动乡村振兴，在增加集体经济的收入同时，实现共同富裕。